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回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为今圣教，己亥千秋王禅老祖普天，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奇哉西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中华民族着陆三祖战争，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而汪时3762次大小战争，今名朱彦玲，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时今名彦玲众等。当下，啊，维新圣教，啊，有言，共舞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的礼节冤亲债主，啊，个人身上衣服灵，无缘住宿英灵，及啊各府堂上祖先，啊，地基祖、工厂地基祖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三河西涧各地区孤魂幽灵诸灵，啊，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无怨灰转动五阴杂裂诸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是有本维新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为众生来祈福的大法会，已经进入第九天了。啊，九天以来，啊，本维新圣教分设道场，每天轮流指派上百位贤士同修，啊，来做无畏师的布施功德，啊，来共同完成圆满这个法会，已经整整迈入第九天。那今天早上，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啊，我们换辈诵经法师，务必在早上5时前，啊，带领坛上的所有三界万灵、各姓氏的列祖列宗，
跟随着一起恭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绕佛千万亿的步行，虽然千手禅堂小小的400坪，但是已经遍走的四方，四维四正，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啊法界。所以我们今天在午时前，由幻贝学院圆中禅师院长带领的所有的幻贝法师以及所有法工的同修一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我们要印心觉明，用我们的心和神佛之心啊，和列祖列宗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的众生啊，印心相辉映，只有一条路，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所以今天的念佛非常的圆满和殊胜，我们祈愿龙天护法接引众生，能够心开意解，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以为本愿。名扬两界的众生啊，尤其各位堂上列祖列宗非常的需要子女的孝道、念佛、祭天、祭拜，来奉送回归极乐净土。尤其山河虚建，十方孤魂流灵，众生众等更需要仰仗我们修行者修行的天威，即是王禅老祖天威。我们用心来包容，用心来承纳所有三界万灵，接着在我们一生的南无阿弥陀佛而听到了，皆可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而到达各位诸圣灵你们原来家的地方，我们的家、你们的家、大家的家的本源，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念佛的功德力非常非常的大，念佛的功夫也是必须要相当的有耐性。所以我们作为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一旦离开了世间，没有色身身体，只有灵性灵性意识世界啊，当你
听到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应该速速的皈依阿弥陀佛。哦，所以阿弥陀佛身是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似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啊。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啊，这个是修行者啊的善心，也是各位莲座上所有法界众生的心灵应该共同有的本愿。所以要先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啊，自己的法相是庄严的啊，自己的本来面目佛是干木澄清是大海，亮晶晶的眼睛啊，能观空观法界一切生死。可是我们都忽略了，只有执着在世间过去的恩怨情仇啊，在那边，在这里啊，在天上界，在山河西界，在各地，一直在回顾着过去生生世世以来先世的罪业啊，这是很可惜的人生啊！啊，我们的灵性虽然你们受身已经坏了，但是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要放下过去的一切恩怨情仇，你这样才能够超越啊，才能超越一切佛啊，所以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啊，当你回想到过去任何一劫，有什么人对不起你，有什么人积欠我，有什么事情我对不起他人，生老病死恩怨情仇，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种种的思维，当你浮现到你的脑海啊，到你的意识心田里面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以解开这个烦恼，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说即是放下，放下再放下，放下精进再放下，这个即是心经所开示的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啊，等于说揭谛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啊，这就是叫我们要练习学习放下，过去心不可得啊，都已经时空都过去了，也无形无相了，只有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意识里面，还在那里在心里自我束缚，无法解脱啊，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些苦恼。那么你这些苦恼你如何解脱，就是要用念佛的方式，那么赶快皈依
阿弥陀佛，我们的自信就是阿弥陀佛。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我们每个人名扬两界，脱离苦海，脱离恩怨情仇的束缚，啊，脱离啊各种的给我们的障碍，所以只有多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佛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佛的声音圣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来感应感化你身边，感化你过去无量劫以来，过去一万年、两万年、一千年、八百年、四千年，啊，百岁。啊，这所发生的恩怨，恩是我有恩于别人，你一直在那么耿耿于怀；怨，怨人家没有回馈你，啊，你一直在怨。啊，这个情，既然一直在自作多情，束缚自己。啊，仇发生了各种的烦恼为仇。哦，所以人在世间上最宝贵就是能够啊放下恩怨情仇的束缚，你即是佛的化身，即是见性成佛的开始了啦，听我。所以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念佛的功德力量不可限量。啊，你念南无阿弥陀佛，除了自己觉悟以外，也可以让你的家人、你的亲友啊，堂上祖先多生父母，多生的恩怨情仇啊，冤亲债主。都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啦。所以本坛的法会要达到世界和平，就是先从解冤释结开始，然后才能消灾化解。解冤，自我解冤，只有自己去解冤，谁也帮不了忙。啊，你们在这里受连累，和年轻债主那么多，要解冤就是靠你们所有祈祷者时时念佛，做功德来回向，冤才能解呀。哦，那所有的朱建灵、朱祖灵都在坛上啊，听经闻法，依照经宝来灌顶，啊，然后受纳我们的香花果串的供养，来时机去时宝，以为本愿。所以啊，法会的坛城，我们所供设的那么多的坛城啊，那么多的年味啊，本着天下一家亲，而在昨天台中市丰原区啊，丰原道场延平法师书信处处长延平处长啊，他所服务的辖内啊，三界万灵啊，没有公社，他们的连累来这里听经闻法啊，而只有
供送其他的年味，那就不周延啊。所以我速速的告诉他赶快供送做年座，给他们进入坛城来听经闻法。刚好今天已经迈入第九天啊，第九天的法宴，佛说阿弥陀经开示啊，各位三界万灵诸众声闻啊，仰仗佛力慈光，接引各位，奉送各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阿弥陀佛的世界啊，佛净土去回去了啊，即可了脱生死啊。这个就是修行者的见地和一般众生的见地是不一样的。众生的见地看法所作所为啊，是有限的啊，人生所做的工作，但是也很重要。若是各位能够再进一步的，你多念佛回向给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你多生父母，回向你多生以来累劫冤亲债主，这样的话你会得到无上的法益啊。这即是法会的上圣因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那同学，我们合掌一起念一遍：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不是凡夫之辈啊，只重视眼前之利而不顾未来之果。可惜现在世上的人99%都先注重眼前之利啊，1%啊才能够达到未来的果。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各位双善诸事，我们要学习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是上界仙翁啊，不是中界，也不是下一界啊，上界是一片光明啊，下界的众生还有阴暗，还有黑暗，还有恩怨情仇，在时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束缚啊，绑住我们的思想啊，让我们时时刻刻心里感觉不出来啊，我有一颗善良的慈悲心，而只感觉好像什么东西没有得到啊，没有取到，没有拿到啊，这个是人间界的啊，有为法梦幻泡影。所以王禅老祖是上界天翁仙翁啊，叫我们要学习，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呐、啊！祝福各位。
唯心闲事，及各位双善之事。啊，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在道家就是葫芦兽，葫芦兽的三星拱照。啊，是上界仙翁，有中三界天地人，下三界就是我们世间的达官显赫。啊，上三界就福禄寿行，上三界，啊，中三界天地人，啊，下三界达官显赫，这是人了。所以上界仙翁，我们如何修到上界仙翁？所以上界仙翁即是佛，佛圣。啊，这个大家要了解，所以我一直要大家念佛。王禅老祖也鼓励我们要念佛，佛是超越了一切三界，佛是光，佛光普照，上界仙翁又有如太阳，也就是上界仙翁。太阳还不够，太阳系在宇宙虚空之大，有三千多三千次方的太阳系，你看虚空有多大。所以我们人斤斤计较于眼前的事情，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不要只斤斤计较眼前的一些名和利，当下的利益，而要先了解啊，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各位的灵性也是仙翁哎，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进入各位啊，你们的脑海。啊，我们的心田啊，赞叹每一位的灵性都是上界仙翁，才有机会投胎转世来世间为人啊。既然为人了，无论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有原来本来具足的灵性光辉，就是佛家所开示的佛性自在。那么在
道家，也是在启示的每个人的灵性都是道的本源。道的本源，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摸也摸不着，啊，你也甩不掉，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思想思维里面更进一步的心中。啊，这个即是我们的灵性，啊，就是我们的仙翁。所以我们的人的灵性仙翁，福禄寿三星拱照，三仙老佛飘，中间是十福星，啊，左边呢是寿星，右边是禄星。在本法门，唯心圣教的法门，每一位都具足了三星拱照的福报。啊，各位的福报福星，啊，我们就是有福报，才能投胎转世为人。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每个人里面的那一尊都是福星。这尊福星在当下本为心圣教的教法，真禅奥义就是王禅老祖。啊，所以王禅老祖是福星，啊，禄星呢，就是神龙大帝，啊，来表示，啊，但是寿星，济公古佛，济公古佛，无量劫前就有济公古佛。而，啊，无量劫以来，济公古佛，啊，这寿星是古佛，无量寿古佛，啊，那么禄星是神龙，有吃有穿有住，所以住行是神龙四的启示象征，啊，寿星无量寿，无量无边无际的宽广，每一位的灵性寿数是无限的，古有多少的古，上古人心，啊，到当下，啊，到未来，就有济公他的华道华他的心来表示，来尊重我们，启示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的长，所以孔子啊，孔子无道亦以贯之，这生命永恒
所以孔子他为众生说了无道一以贯之，因为众生人没有开悟没有觉，就认为孔子好自大。有时释迦牟尼佛七岁，一手主上一手主下，说出上天啊，下地唯我独尊，唯有觉性者为上，而不是说释迦牟尼小小他就是自大的，在启示着我们，你再大再老再小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王禅老祖鬼谷子先师就以合众连横，合众连横，合众合众 YX 合众连横来表示人的心大无其外，无限的宽广，细无其内，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我们的灵性的能量。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来告知我们，你们的心这是福星，你们的心也是禄星，你们的心是寿星，福禄寿三星拱照。福禄寿三星拱照，所以人的伟大，十字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启示了 X。外三次元六度空间，那么这一点怎么去表示呢？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三次元六度空间呢，告诉我们啊，看自己的心，每个人都是心为大，心都是有福有寿有禄，所以我们世间上的人应该去领悟古德圣人他们来到世间上给众生启示的是什么。佛家的合掌，道家的守意报言，耶稣家的十字架，这都是在告诉我们人的心呢。我们的心里面就三星拱照，三星X Y Z，这是三星拱照，
是告诫人的尊严和庄严。所以人的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好好去珍惜，这很可惜。比如说昨天圆寮法师请示了一位众生啊，他的妈妈看不开服毒自杀啊，现在子女把他的连位灵性请到法会坛上来，就来啊，我们每天由义工供养这么多的斋串，法界蒙熏，但是呢啊，这一位老菩萨啊，他死了，灵性在这里坛上只看到好吃的东西，嘴张不开，吞不下，那个苦恼啊啊，所以跟他亲人托梦讲得清清楚楚，在仙佛寺这里，现在也在这里啊，告诉他的亲人，再来师父有甘露圣水啊，为他所要吃的洒净歇精解，他就能出下去了啊。今天早上啊，我们的严嵩院长啊，很慈悲的务必做到尽善尽美啊，让虽然受苦的孤魂怨灵能够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来时机遇去时宝，华愿供养。所以人生院长就交代我们的诵经法师一面持诵供养记，用仙佛寺的天地圣水洒净斋食，要吃了中华叶啊就能吃下去啊。所以可见我们人在世间上要珍惜生命，珍惜这个身体，每个人来世间上不免有生老病死之苦，这个是在体验人生啊，这个是每个人最大的享受权利。所以当你悟到体验人生的时候，对于所有的病苦，你我们会很高兴的去接受啊，我们所体验的世事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之苦啊，都能够体验，何况我们现在莲座上的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你们在世间上所体验的不外乎生老病死之苦而已，而忽略了你本来上天给你给我们的福禄寿星，福禄寿三星拱照，集以一身，集以一心啊。所以孔子为我们说出了一句名言，吾道一以贯之，道就是生命，一以贯之。我们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
啊，大家要去领悟，领悟道的真理，领悟世间的生活，世事的生老病死之苦，啊，都是人世间的精英，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生老病死之苦啊，何况现在我们当下的洋人啊，阴界的人全部集于一堂，应该够自领悟，心开一结啊，将你们所悟的全部回向啊，这样的话你今天参加这个法会，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的福报就具足了。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他的天威不是人世间的啊，有多少钱、多少财产、多少土地啊、多大的官阶、名利，而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来体验人生，天上界、天上的世界是体验不到了，只有世间人才能体验到生、老、病、死之苦啊！安听我，啊，既然你听懂了、听有了，那我们就请大家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我们今天的共修，我们的禅解福禄寿星，上天给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说谁少一点寿事，没有人说少一点福，啊，少一点禄。啊，三星同时拱照，在三星拱照，在每一位的家中，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家，啊，世界上所有的人，名扬两界的，啊，天人、法界众生，都同样具足了三星拱照，福禄寿星。你悟了就是喜呀，祝福各位。